好啦嚇，纜車就離開啦，咁就依個紅色車廂嘅纜車將會成為歷史噶啦。咁樣睇一睇啦，上面都有咁講啦啊，依一個係第五代嘅纜車啊，緩緩咁離開咗啦。好多人咧都啊，一睹依個咁嘅纜車嘅風采啊，咁就睇翻啦啊！咁就1989年到而家，咁就已經係第五代嘅纜車啦。咁啊，依一個就可以講出130年代啊，依五代纜車嘅服務年期啦。咁啊，之後有部新嘅纜車又會喺度噶啦。咁就半年後啦，咁就嚇、就會有一部新嘅纜車，咁就再服務香港嘅市民啦。好啊，多謝各位收睇嘅，唔該。